Hallo alle zusammen. Herzlich willkommen zu unserem Deutschkurs. Hallo, liebe Kursteilnehmerinnen und Kursteilnehmer. Willkommen zurück zu unserem Deutschkurs.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德语课堂。Heute beschäftigen wir uns mit der Grammatik 1 Plusquamperfekt. 那今天我们这节课的主题是学习一种新的时态，过去完成时。那什么是过去完成时呢？那它和我们以前学的表示过去的时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重点。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个过去完成时，文字老师首先会带着大家对我们所学过的表示过去的时态进行回顾 Rückblick auf die Zeitformen der Vergangenheit。 那接下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会引入我们今天将要学习的新的时态 Plusquamperfekt 过去完成时。那最后呢，我们会读一首诗 Gedicht， 也就是我们书上的 Text A 这样一篇阅读文章。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要完成的三个任务。我们首先对我们之前学过的表示过去的时态进行一下回顾。我们在学习德语的过程中最开始接触的表示过去的时态呢，就是我们的 perfect 现在完成时。那现在完成时的话，它常用于口头或者是日常生活的当中，所以也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一种时态。它强调的是事件的完成对当下产生的影响。那在平时的交流当中，我为什么要讲到这样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情？那主要是因为它这件事情呢，对我已经产生了影响。当然，有一些呢，是这个心理上的，有一些是实质上的。那它的结构形式，我们是借助助动词 haben 或者 sein， 然后再加上动词的第二分词 Partizip 2。好，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两个例句 Wir haben heute viel gegessen。我们今天吃了很多，那这个句子的话，我们就是由 haben 加一个助动词，以及后面的这个 gegessen 第二分词组成了这样一个现在完成时的结构。好，我们还有下面一个例句 Wir sind heute in die Stadt gegangen， 我们今天进城了。这一个句子和上面句子的区别就是在于助动词，这里的助动词是 sind， 也就是 sein。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有一部分的动词的现在完成时，它是用 sein 作为它的助动词。有哪样一些动词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类呢是表示位置或者动作移动的 ，zum Beispiel fahren, fliegen, reisen, steigen。那它们表示的都是动作或者位置的移动。然后还有状态变化的一类 ，zum Beispiel einschlafen 睡着。aufwachen 醒来 aufstehen 起床，还有 werden 变得变成成为，它们都是表示状态变化的。那还有两个词是 bleiben 呆和我们的 sein 是这个词，它们在构成现在完成时的时候都是用 sein 作为它的助动词。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交流当中用的最多的一个时态 perfect 现在完成时。我们还学习过另外一种表示过去的这样一个事件的时态，那就是 Präteritum， 一般过去时。那它和现在完成时呢，都是描述过去的一种事件或者动作。那它们主要是在文体上的不一样。如果说现在完成时主要用于口语当中，那我们的一般过去时呢，主要就是一种书面性的时态了。它常用于叙述童话、故事、报刊报道等，它强调的是事件本身的这种过去性。那作者呢，或者叙述者用这种时态，它是为了保持与事件的距离，就是不参与主观感情到里面。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过去时呢，是由动词的过去式来体现的，所以大家要注意过去式的这样一个变位形式。文字老师这里列了三类，一类是规则变化的，一类是混合变化的，还有一类就是完全不规则变化的。好，大家注意一下，一起回忆一下 Ich machte, du machtest, er sie es machte, wir machten, ihr machtet, sie sie machten。 好，这是规则变化。那过去式的话，大家注意它的一人称
和三人称单数的这个变位形式是一致的。在规则变化里面，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词尾 t， 然后在 t 的基础上我们再加 st 或者是 t。 好，还有一类是混合变化的。所谓的混合变化呢，就是词干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它也保持了规则变化里面以 t 结尾的这样一个特点。比如我们的 haben 这一个 hatte ich hatte du hattest er sie es hatte wir hattenYou hatted, ZZ hatten。 好，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sein， 那这个呢它就是不规则变化，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词尾变化以及词干的变化呢和我们这个 machten 的规则变化是不一样的。 Ich war, du warst, er sie es war, wir waren, ihr wart, ZZ waren。 当然不规则变化的过去式的形式呢还有很多，文字老师在这里呢只是给了三个例子。好，让大家回忆起有这样三种形式的过去式的变化。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过去完成时和这两种时态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和区别呢？好，我们再来看到过去完成时这种时态 Plusquamperfect。 过去完成时，我们从它的这样一个名称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既有过去时的特点也有完成时的特点，也就是说是这个两部分时态的特点的一个结合。它主要是来描述在一个过去的动作之前就完成的动作，也就是过去的过去完成的动作。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在一篇小说当中通篇呢我用的都是一般过去时，如果里面发生的一个动作是我在里面描述的一个动作之前就已经完成的，那也就是过去的过去，那这时候呢这个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动作我们就要用过去完成时了。它同样是侧重事件带来的影响，因为它的重点还是一个完成时，因为我们知道完成时它主要是强调这个事情呢对当下，也就是对你说话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影响。既然过去完成时里面既要体现一般过去时的特点又要体现完成时的特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从结构上是怎么体现的呢？那它的形式的话也是由两部分组成，它和我们的现在完成时一样也是有一个助动词的，但是呢它的助动词大家仔细看一下跟我们现在完成时的助动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对，是的，它这里的助动词大家就可以发现它就不是用 haben 或者 sein 的现在时的形式，而用的是它过去式的这个形式hatte 或者 war。 当然在不同的人称下面它后面还有相对应的这个词尾的变化，然后再加上 participe 动词的第二分词，所以它的过去式方面的特点呢就体现在它的助动词上面，因为它就用的是 haben 和 sein 的过去式的形式作为它的助动词，那它现在完成时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呢就体现在它助动词再加上这个第二分词的这个特点上面。好，这个结构大家掌握了吗？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在之前我们所学的现在完成时的基础上把它的助动词变成过去式，我们就把它变成过去完成时了，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呢？那它表示的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过去的过去。好，我们通过下面的例子再进一步来体会一下吧。好，这也是书上114页上面的两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 A. Hat sie die Wäsche schon gewaschen? 她已经把衣服洗了吗？ Nein, sie wollte die Wäsche am Nachmittag waschen, aber ihr Mann hatte die Wäsche schon am Morgen gewaschen. 在上午的时候她就想要洗衣服，但是她的丈夫呢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把衣服洗完了。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到她回答的里面 sie wollte他想要，这是一个过去的情态，后面这个丈夫洗衣服这件事情是在他想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因为是 am morgen， 所以这里表示的就是过去的过去就完成的事件，我们就用过去完成时。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 B 这一组。 Der Vater wollte heute Morgen mit dem Kind zum Arzt gehen, aber die Mutter war gestern mit dem Kind beim Arzt gewesen.好，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前后关系。那第一个呢是 wollte heute morgen， 父亲呢今天早上想要和孩子去看医生，后
后面这个句子是 Die Mutter war gestern bei dem Arzt gewesen。那母亲呢是昨天就带着孩子去过医生那边了。那这个动作是发生在父亲想之前，也就是我们的过去的过去。那同样这里用的也就是过去完成时了。因为后面的这个 gewesen 它是 sein 的第二分词，那它在变成完成时的时候要用 sein 作为它的助动词，所以这里用到了 sein 的过去式 war 表示过去完成。好，它的结构和用法大家都知道了吗？那清楚了的话，我们就通过后面的练习进一步来巩固一下吧。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到115页上面的练习 Übung ein Traumpaar。 好，这个 Übung 呢我们有个标题 Traumpaar， 那 Traum 呢是梦想， Paar 呢是一对，那梦想的一对那就是理想的一对。好，这个理想的一对在这个图片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Beispiel。 Beispiel 1， Der Mann wollte zur Bank gehen und Geld abholen, aber seine Frau war schon zur Bank gegangen und hatte das Geld abgeholt。 好，大家对应着右边的这幅图看一下，男人呢想要去银行取钱，但是他的妻子已经去过银行了，并且把钱取了。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去银行和取钱呢，在他丈夫有这个想法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后面用的是过去完成时。同样大家要注意的是，过去完成时里面助动词的选择和我们之前学的现在完成时是一致的。像这个 gegangen， 它应该是用 sein 作为它的助动词，只是这里的 sein 呢我们要用它的过去式 war 的形式。好，接下来文字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我们把啊这一组一起来做一下。大家仔细看一下啊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的和女的呢，他们是想要去 restaurant， 因为这个图片上大家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上面写着是 restaurant， 去餐厅。从这幅图里面的另外一个场景可以发现，这个女的可能跟她的丈夫说她已经吃过了，因为那上面显示出她和另外一个人在吃饭，但是肯定不是和她丈夫一起吃的。大家可以看到她和她吃饭的这个人呢是戴着眼镜的，而她丈夫并没有戴眼镜。所以我们可以说 Der Mann wollte ins Restaurant gehen und essen, aber seine Frau war schon im Restaurant gewesen und hat gegessen。 这个男的呢想要去餐厅吃饭，但是他的妻子呢已经在里面待过并且吃过饭了。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表达能够体现这个过去完成时呢也是可以的。接下来请大家看 BCD 三幅图，仿照例句写出相对应的句子，写完之后可以参考文字老师给出来的答案。好，这一题做完了吗？做完了的话，文字老师带着大家一起再来看一下 Beispiel 2， 例句2。同样，我们结合这幅图看一下他写的例子。Der Mann wollte das Geschirr nicht spülen。 男人不想要洗餐具。Aber er musste das machen, denn seine Frau hatte das Geschirr noch nicht gespült。 但是呢，他不得不做，因为他的妻子没有把餐具洗好。那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发现，没有洗餐具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他想要做之前，所以这边用的也是过去完成时。那结构的话和上一个例子不同的是，这边它是用了这个否定的 nicht， 那句式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这边它加了一个 must， 必须要做的这样一个过去式。好，同样文字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幅图。那啊这幅图上面展示的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洗衣服。那既然是洗衣服，我们就想到它的这样一个动词搭配是 die Wäsche waschen。 那这个句子我们结合例子里面的这个结构，那马上就可以出来了。 Der Mann wollte die Wäsche nicht waschen， 这个男的不想要洗衣服。 Aber er musste das machen， 或者是 es machen 都可以，但是他必须这样做。 Denn seine Frau hatte die Wäsche noch nicht gewaschen， 因为他的妻子呢还没有把衣服洗好。
剩下的几幅图请大家自己独立完成，完成之后同样参考文字老师给出来的答案自己对照。好，这个练习大家做完了吗？对过去完成时的结构和使用，大家是不是都清楚了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篇阅读文章，也就是116页的 Text A Gedicht 诗。在我们这本书里面，我们还没有接触过 Gedicht 诗歌这样的题材，那它是不是很难懂呢？讲的又是什么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117页我们要完成的课后练习 Aufgaben zum Text。Erstens, lesen Sie bitte das Gedicht in 5 Minuten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请在5分钟之内读完这篇诗并且回答下面的问题。A. Wann sind wir geboren? 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B. Wer sind wir? 我们是谁？好，在下面。Zweitens, lesen Sie bitte das Gedicht noch einmal mit Hilfe des Wörterbuchs. Welche Ereignisse sind historisch?Welche persönlich? Ergänzen Sie bitte das Schema. 请您借助字典呢，再读一遍这篇诗。哪样一些事件是历史性的，哪样一些是个人的，请您补充这样一个表格。好，这里有三个内容，一个是 Alter 年纪，一个是 historisches Ereignis 历史事件。好，还有一个是 persönliches Ereignis 个人事件。接下来请大家阅读文章，回答上述问题。大家做完以后请自行对照后面的参考答案。文字老师在这里就先不给大家解析了，我们在讲解课文的时候再附带着来讲一下。好，答案大家都对完了吗？这些关键的信息你都找出来了吗？接下来文字老师再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看一下里面讲到了哪样一些历史事件和个人事件。好，请大家也看到书上的116页。好，这首诗呢，它的作者是 Rudolf Otto Wimmer， 它的标题是 Zeitsätze。 好， Zeit 我们知道是时间， Sätze 的话是 Satz 句子的复数，时间句子。那这个词呢，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合成的，字典里面呢，它并没有这个合成词。为什么它叫时间句子？那整首诗呢，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步步推进的，也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所以大家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叫做 Zeitsätze 了。好，我们来看到它的第一句 ：Als wir sechs waren, hatten wir Masern。当我们六岁的时候呢，我们得了麻疹。好，在这里的话 ，als 是一个从句连词，表示当什么时候。它接起的呢是过去的一个时间，也就是六岁的时候呢，这已经过去了。它是来回首已经逝去的六岁时候的时光。那这个六岁呢，人的一生中只会出现一次，属于过去的一次性的行为。所以呢，我们用 als 这样一个表示时间的连词来代替。那关于 als 的具体的用法，我们下节课也会再详细讲到。那全篇诗歌呢，都是以这样一个当几岁的时候这样一个结构来写的，所以他们的句型都是一致的。好，我们再看到它的第二句 ，As wir 14 waren hatten wir Krieg。当我们14岁的时候呢，就有战争了。那通过下面的阅读，我们就知道这个战争应该指的是 der Erste Weltkrieg，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年发动的，那诗中的我们呢，这时候是14岁。那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测出诗中的我们是1900年出生的。那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作者本人以及同是1900年出生的人。那我们阅读理解的第一个题目的答案也就出来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一句。Als wir 20 waren, hatten wir Liebeskummer. 当我们20岁的时候呢，就有了爱情的烦恼。好，这里的话，20岁，1900年出生，那就是1920年。Liebeskummer, 它也是个合成词，是由 die Liebe, 爱情，再加上一个连词符号 s, 再加上 der Kummer,
烦恼、苦闷合在一起的。那这个呢是个人事件。上面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是历史事件。那第一句里面的德麻疹又是个人事件。好，我们再看到下面一句。Als wir 30 waren, hatten wir Kinder. 当我们30岁的时候呢有孩子了。好，这句不难理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一句。Als wir 33 waren, hatten wir Adolf. 当我们33岁的时候我们有了阿道夫。那我们知道阿道夫在这里指的就是 Adolf Hitler。那这里的时间我们知道希特勒上台的时间掌权的时间1933年也就是 Adolf Hitler kam an die Macht, 掌权了。大家注意这个掌权用的介词是 an die Macht kommen。那这同样是一个历史事件 historisches Ereignis。好，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Als wir 14 waren, hatten wir Feind Einflüge。当我们40岁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有了敌人入侵。这里大家注意 Feind Einflüge。Feind 是敌人 ,Einflüge 是 Einflucht, 复数。Einflug 是飞进去敌人飞进那这里呢就引申为敌人入侵。那我们知道1940年呢是德国全面发动对欧洲的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一句。Als wir 45 waren, hatten wir Schutt. 45岁的时候我们有的是废墟。好这里的话我们知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这个 Schutt 指的是瓦砾和废墟也就是战后的这种场景。Die Zerstörung am End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二战结束时的这种摧毁的场景。同样这也是一个历史事件。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面。Als wir 48 waren, hatten wir Kopfgeld. 当我们48岁的时候我们就有人头钱。大家注意这个 Kopfgeld, 它是由 der Kopf 再加上 das Geld 合成而来的。它本来的意思是缉拿人犯的赏钱。那在这里呢指的是人头钱。什么叫人头钱呢这里引射的实际上是1948年德国的 Währungsreform, 货币改革。好这里文字老师从网上找了一段对这样一个货币改革以及 Kopfgeld 的一个解释。好大家可以看一下。Natürlich war es kein Kopfgeld in üblichen Sinne. 当然这里的话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面的赏钱。40 Deutsche Mark,waren nicht auf den Kopf der Bevölkerung ausgesetzt, sondern wurden am 20. Juni 1948 pro Kopf der Bevölkerung gegen die alte Reichsmark umgetauscht. 这里的意思大概是说，这40个新的马克不是要谁的人头而给的钱，而是用这样一个旧的帝国马克 ,die alte Reichsmark, 帝国马克兑换过来的。Innerhalb der nächsten zwei Monate sollten weitere 20 Reichsmark gegen das neue Geld, die Deutsche Mark, ausgegeben werden. 那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面呢，再会给每个人支付20马克。那这里的每个人用旧的帝国马克换来的60新马克，那就叫做 Kopfgeld， 由此来改革和统一德国的货币。所以这里讲的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事件。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的。Als wir 50 waren, hatten wir Oberwasser. Oberwasser 本来指的是上面的水，也就是上游、上水，引申为优势。那这里呢，指的是我们有了优势，也就是讲呢，有了更好的生活 ,besseres Leben haben. 同样，这里也是 persönliches Ereignis. 在这里呢，也指当时德国的经济呢，有了复苏。好，我们再往下面看。Als wir 59 waren, hatten wir Wohlstand.Wohlstand, 它也是个合成词富裕它是由 das Wohl, 幸福繁荣健康再加上 der Stand, 状况位置合在一起的。59岁的时候我们富裕起来了当时1959年呢正是德国经济奇迹时期。我们再看到下面 Als wir 16 waren, hatten wir Gallensteine. 当我们60岁的时候呢就有了胆结石。好这里的 Gallensteine 是由 die Galle, 胆。Das Stein, 石头那合成起来就是胆结石了。好最后一段。Als wir 70 waren, hatten wir gelebt. 好这里大家注意它后面这个句子呢用的是一个过去完成时 hatten wir gelebt, 指的是我们已经活过了。
那他这里的活过呢，指的是70岁之前的那些年，所以这里指的是过去的过去。那么他在这里用的就是过去完成时了。同样，这也是一个 persönliches Ereignis， 一个个人事件。好，这篇诗你都读懂了吗？里面的事件你都清楚了吗？通过这样一些 Zeitsätze， 就把个人的经历和历史上的大事联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也都知道了他的这个背景。